时候呢，在我们的星光大道呢，看到了我们新加坡的骄傲，另外一位新加坡的骄傲 JJ 林俊杰。JJ 林俊杰，很快的，我跟你说，明年他出道10年了，哇，这10年来真的不容易哈。今天呢，常常为新加坡争光，那这次呢，再次回到新加坡，出席我们的第三届的这个选手颁奖典礼，他有什么话想说呢？马上来问问 JJ。是。